它的火车站，小小的尖塔。出了火车站，看起来很田园式的感觉，那种麦当劳。从这边过去，一个教堂站，不是公车站，但是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。十字路口，这里就看到教堂更清楚了，两个塔。48分钟的，因为6:48、7:00、48都有车到南区去。建筑也蛮漂亮。这有一只熊，柏林也是用熊做吉祥物，很可能这里也是。因为看这里的旅馆并不多，这物件好像都没有看到，所以我就是不敢定这里的旅馆。说不定这么对我尊重回来了，也应该是都是那个土耳其饮食。是这个方向没错，因为那边好像没什么。地图我看不是很清楚。那旅馆不是还要在哪里才能找得到？所以我不敢定到一个路口了。我就顺着那个教堂的尖塔，这有一个桥。1945年，哇，很清澈的水，我们这环境很好。那里有几只奥德斯钻石，奥斯达，所以从这里去带来的一个东西，干净。可以看到上面的尖塔，另外这很像是市政厅。又来，这里又有一条一个桥，呀，很悠闲。到处都可以看到德国人在整群的这样，就是看到他们。虽然没有走错路，刚刚两走那边过去，那是 over 那就是在经过后区的，这里就看到漂亮的房子了。走了10几分才看到这个 hotel。这个旅馆关起来了，这个小水池。在弹吉他，那里看到熊的幼儿熊，浴室洗头发，浴室欢迎游客。
没有让浪的规模那么大的走法，就是我觉得好像有历史性的真的。都有时间。不晓得为什么1116，他是在纪念那次世界大战。这个纪念塔的，应该是从这边，这边去是在火车站。教堂的尖塔，这真是八十号是 upper deck， 是这个平常都是人在广场上比较多。可正就 lock house 的布景，教堂上有人在那边，在那个塔上面。这就是拉塔，看这个格局，这个比较旧的门，这个拉塔 house。这里 ，plugs， 很可爱 ，love house plugs， 很漂亮。这房子也不错。左边这个在盖的，它有这个解说，好像很多单位都有。原来那个高的是教堂，低的是市政。刚才有人在上面，那是教堂的塔，我一直认错，还有一个十字的，这就是这个教堂。那老套是这个。